看不见尽头的队伍，民众沿着高架桥列队，为的就是挤进虹桥车站里，赶紧逃离上海。得赶紧把你送过去，我们急快一点。分秒必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离沪证明仅在6个小时内有效，而上海实施封控近2个月里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民众爆料的各种疫情乱象，因此在疫情趋缓之际，上海正上演一波移民潮。网络上更出现“润学”一词，以英文字 “run” 的中文谐音“润”字来表达想要逃离上海，要大家想 run 就 run， 有钱 run 就 run。虽然没有确切数据证明到底有多少人已经离开上海，但关键字“移民”数据光是这个月就暴增了400倍。而 run 不出上海的民众，则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，像鲤鱼群抢食一样出门采买。李汪庄全体村民，请注意，按照市疫情指挥部工作要求，区疫情指挥部将统一安排李汪庄村全体村民转移。民众大包小包拉着行李，好比全村出门旅行。在上海疫情趋缓的同时，天津疫情却悄悄升温。当局甚至出动百辆游览车，拉走上万人撤离。对于本轮疫情，天津官方则表示，有关病例传播链初步考虑可能是与进口冷链食品有关。另外，作为新一波疫情重点的四川，目前也启动了2个方舱医院，有效管控疫情。记者谢涵宇报道。那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7，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